六种四心讲空也不对，因为能分别啊，诸成境界。诸位，真正的四心误入如来藏境，没有能说的时候，讲通是细论，讲义是细论，讲空是细论，讲有是细论，讲非同是细论，讲非义是细论，讲非空是细论，讲非有仍然是细论，绝对就是绝对，没有任何的语言、音声、文字、意识形态，完全没有进入解脱的真实正量，没有东西，没有能所，绝对的一真。宇宙就是你的家，我家就是你的家，你的家就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就全部宇宙就是我的本性，平等不二。我们的财富是无量无边的。翻过来，无一二，如言不知如来藏中性是名之。你真的不知道不生灭的如来藏性当中性具的事，就是妙明的真知，本觉之明就是性真之事。那本妙本觉湛然岭南遍着法界，没有增减。513页，四性含土实虚，就是含土实方，没有啊界限的虚空，另有方所，另有方所。行业发现世界无知，世间无知或为因缘，即以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好，哇，这个责任完成了啊，这个完成，你不晓得我很高兴的，比中大乐透更高兴啊。这个很难讲了，很难讲了，是不是？这样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当师父的啊，是不是很辛苦啊？诸位啊，当师父的真的很辛苦啊，哦，是不是啊？哈、哦，是很辛苦啊，真的很辛苦啊。要白天的准备到晚上，晚上的准备，又怕。我今天的准备就是怕大家听不懂啊，很辛苦的。哎呀，讲到这个地方，你们的根气又那么利，这到底要怎么讲？哎呦，怎么举例子？到底怎么讲？你看，要不然对师父来讲，本来是咋的炸也的天哦，都没人叫你辛苦，也不必这么辛苦。但是为了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个将来这个录影带、VCD、DVD 做出来，这个就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。有心研读楞严的人，他就知道哇怎么样做。所以你看了最后还要再解释一遍，重复的解释一遍。为什么啊？因为生命只有一次，因为师父的这一辈子大概讲楞严经，对吧？就是这一次啊，将来就是交给徒弟去讲了，将来就交给徒弟啊，要不要开楞严经啊？好、哦，还是要开这个楞严经啊？诸位徒弟啊，你开楞严经，三藏十二部经典要通，要悟明心性才有办法，否则你千万不要讲这一部经，因为你讲你都自己无无下卡要啥听无，你自己都弄不清楚，底下怎么听得懂？哎，是有一点点卡住你就不行，一点点卡住就不行。好，我们明天呢、啊，诸位请带这个，明天带什么来？哇、哦，乖，很聪明。还真有智慧，一问就知哈。那这个到底是赞叹还是批判呢？哈，好，诸位，明天见啊！啊，带义冠来，下课。欲令正法重现，当推首楞严大经。若欲忏悔灭罪，或欲行出世善法，立大功德。欢迎随喜唱录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VCD、DVD， 法师须及时，良机不可失。若欲发心者，请亲洽高雄文殊讲堂，或以话拨方式注明“注录楞严经光碟”，邮局话拨账号04789851，户名01000。慧律法师俗名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，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。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
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